过年大菜提前学，牙签肉大家都喜欢吃。今天教您一个新做法，简单、好看、还好吃。首先把鸡脯肉切成均匀的小丁，碗中放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生抽酱油、白糖、葱姜丝，一个鸡蛋清，用手啊给它抓拌均匀。我做的每一道菜呀、都特别的详细，只希望大家给我点个双击。最后来一匙玉米淀粉，继续抓拌均匀。牙签用开水烫5分钟，激发出竹子的香味。咱们把腌好的鸡脯肉用牙签穿上即可，五成油温下锅炸，中火一直炸，炸至金黄捞出。锅中放入葱蒜米，小火爆香，一匙紫盐、辣椒粉、芝麻，小火炒出香味，倒入炸好的牙签肉、香菜段，翻炒均匀即可关火装盘。带有竹香味的紫盐芝麻包裹着外酥里嫩的鸡肉，仿佛吃出了家的味道，真是吃在嘴里，暖在心里。今天的牙签肉